我们将与你共度一生，成为你的强敌。契约蕴含了力，制裁之锤，圣木之光，剑盾之击，随风而破。
剑盾之击，展现真正的实力吧！迎接审判吧，圣木之光。 剑盾之击，随风而破，迎接审判吧。
好美的夕阳啊，你不想再看看吗？你是？在楼下的时候就看到你了，怎么还站在安全网外啊？很危险的。我结束一切并不难，只需要一点点勇气就够了。但是如果你有这么大的勇气，或许尝试活着也没什么困难不能克服。你又知道我什么？说得倒轻松。我在陈医生那里见过你。陈医生？那你也是？我们也算是病友吧。不，我好像比你认识他更早一些，所以我也或多或少理解你的心情。曾经我也埋怨一切，为什么只有我这样不行。既然结局已经注定，不如把仅剩的东西好好把握，至少别让命运赢得太多。你想说服我？我只是觉得今天的夕阳挺美的，把它抛弃的话有点太可惜了。都是些漂亮话。是啊，但你留在这里至少还有这些话可以听。我叫长夏景，复姓长夏，单名景，你呢？杜恒。嗯，还有力气翻过安全网，至少身体还比我强上许多嘛。听说住院部的食堂今晚有绿豆冰沙，陈医生说我可以吃一点点，要一起吗？好。这个是曲麦花，是夏天才会盛开的花，很漂亮吧？是我在医院的花圃里偷偷种的。你种的？嗯，我爸妈都不常来，我也懒得跑出去买。哎，别告诉别人啊，那里可是我的秘密基地，下次带你去。好。拉哥，我们约定好了。Thank you.